车里声声带我们回那条胡同，要阳光穿梭成雾和微风，骑着车追逐的青葱记忆中，那座红墙琉璃瓦的故宫，与喧闹的生活不同，古朴宁静贯穿着平凡不平凡的春夏秋冬。一些话语好像一粒种子在青春生长，改变未来模样，有谁知道不声不响。曾经或许以为梦想在远方，想快点长大，有人等待，有人去他乡，未来多漫长。如今我才高一呢。梦到什么了？我梦见高考了，我梦到一个大 boss 拼命的向我收暗器，收回来的全是数学公式。做梦都梦高考，这么害怕高考啊？可害怕了！我现在每天都在祈祷，祈祷我可以选上那个留学项目，这样我就不用参加高考了。啊！你干嘛呢？我们给你加油呢。加什么油？干嘛呢？我怕他写错别字，想着补救一下。你让我滚出去！出去！出去！滚出去！
啊？哎，不是说你，把他俩给我轰出去。你们俩先出去，我有事跟小雪说。哎，不许破坏我的说话啊！小雪，小雪，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。什么好消息啊？我要带你去农村。去你南方老家呀？嗯。这不刚过完年吗？去老家干嘛呀？我本来以为今年去了海南，你不用回老家了，结果还是要去。那不挺好的吗？你怎么不开心呀？哎呀，我老家太破了，那儿没有热水器，没有马桶，电视都收不了几个台。那你还让我陪你回去？你就陪陪我嘛，我每次回去都可不开心了。我姑不愿意说话，我奶奶耳朵又背，我每次跟她说话都老费劲了。小雪，好小雪！哎呀，行行行行，你行。就算我愿意去，我妈也不会答应的。她现在就在我家呢，跟我妈聊上头了。她说，只要你愿意，就能去。真的？嗯。那走吧。哎，等等。你不先把你这字儿擦掉？写什么？高考顺。力，一定要注意保暖啊！我跟你说啊，这毛衣毛裤都不能脱，那乡下一定特别的冷。还有到人家吃饭，别像在自己家似的，这爱吃的不爱吃的都得吃，你别给人家剩饭，知道吗？我本来想给你带苹果来的，你爸就不让我带。哎呀，你要多吃一点水果，知道吗？你别，妈，我就去几天啊。你放心吧，你女儿就是我女儿，我会照顾好她的。啊，对对对对对，我放心。只是我们家这疯丫头，我不在身边，她就撒了欢了。妈跟你说，阿姨，我会监督好她的。妈，爸，我走了。哎哎，雪，小雪，妈还没说完呢。小雪，妈妈再见。别说了，再说天黑了。天黑什么呀？几点呀？冬天，天黑的早。快走吧，快走吧，老林。哎，老林，小雪，快走吧，快走吧。妈跟你说啊，不能脱衣。拜拜，拜拜。咱闺女啊，就是下个乡而已。下个乡而已，你知道有多远？哎，万一有什么事儿，你能第一时间赶过去？你就是心大。哎，你是不是巴不得我也走啊？你好在家里清闲，你干什么呢？有蚊子。哎呀，我为什么要答应他去？哎，小苏年，打游戏还是这么菜啊？啊？那我回家学习了。哎，大过年还学习，你是变态吧？你别走啊！你走了我多孤单啊！放心，哥哥不会不要你的。一边去！哎，等等，我给你看好东西。特刺激！特刺激！我好不容易才弄来的，千万别跟别人说。不好吧？这有什么的？好不容易少雪不在，多难得的机会啊！我跟你讲，国外的就是不一样，特带劲，女的也漂亮。还是算了。哎，你等等等等，我给你看，我给你看。怎么样？你说你是不是这么刺激？真不怕？我告诉你啊，里边打的特厉害。果然没长大。Thank you.
哪个是奶奶家啊？那个。哇，你奶奶家也太酷了吧！怎么样，小雪，有没有一种一竹杂华、四藏人家的感觉？太棒了！我们家之前就想报旅行团来着，上面说我们家了就那样的，幸亏没报成，不然等着后悔吧。白叔，别在这阴阳怪气的，快拿东西呀！哎妈，我。你再说，你爸该生气了。都回来了，能过年吗？跟你说了吗？就熬过这两天。拿着呀。拿得动吗，小雪？拿动，看人家小雪力气多大。先忙着，好，好，回头再聊。好嘞，来来来来来，哎，回来了。您忙着，回头见，阿姨。好的，阿姨，忙着呢。哎，叔叔阿姨，好好好，你们好。哎，到了吗？回见啊，妈，坐啊。大姑，大姐，回来了。过年好，大姐。姐，回来了。哎，不是送晚上到吗？妈每次都到村口去接，就没告诉她正确时间。哎，姐，咱家怎么来这么多人啊？你送的新马桶装好了，他们都在看呢。是吗？我去看看妈。妈在里面呢。哎，哎呀，晚上吃炒萝卜干太香了。妈，啊，那边怎么那么多人？啊，前两天你爸给奶奶新装了一个马桶。啊，别在门口站着。装新马桶干嘛？你说装新马桶干嘛呀？你奶奶岁数大了，上厕所不方便呀，这蹲下起不来，起来蹲不下的。再说了，你不是也嫌这村里上厕所不方便吗？我才不要跟他们共用一个马桶。那就憋着。给你滚！你怎么不憋着？啊！好吓呀！吓你一跳吧。来，小雪。带你看个好东西去。这个就是城里人用的马桶，哎，用起来很方便。老叔，您啊上去坐下试一下，感受一下。真坐上，大胆的坐。坐下，叔叔坐下。哎，好。怎么样？舒服吧？这用完了，盖瓶盖，用水一冲就行了。好好，真好。哎呀，我的牙！哎呀，哎呀，这牙子掉了！哎呦，我牙掉了！嗨，牙子掉了啊！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大爷，我想办法帮你补一颗啊。诗音，你怎么没进去看啊？刚有一大爷把他假牙掉马桶里了，可搞笑了。谁要去看那帮人啊？土的掉渣。你不要生气嘛。哎，你看羊，嗯，哎，小潘，你来嘛，嗯，哎，小雪，舒坦，我是让你来陪我阳气的，你怎么还涂起来了？阳啊，阳气，你看，长得多像张琪呀，嗯。看完电影来买参考书，这落差也太大了吧！要劳逸结合，你要是再不看点书，下学期还是垫底。大不了我也出国留学，陪少爷作伴去。哎，咱们给少雪买几本留学参考书，他绝对开心。你买吧。你咋了？想他走？你想他走？嗯，他不是一直唠叨着想要出去看看吗？可他要是走了，我们就不再是现在的样子了。为啥呀？他会离我们越来越远，有新的生活，新的朋友。我看你啊，就是学习把脑子学拧了，这日子啊，一天天的变，但是有些东西是取代不了。你就想想你爸，劳力士再好看，他还是只喜欢古董钟。咱们俩啊，就是少雪的古董钟，
朋友一茬一茬换，咱俩的地位永不变。这么自信？那当然了。等你上大学了，交了新的朋友，能改变我在你心中的位置吗？实话可能有些伤人。你就是死鸭子嘴硬。还记得小时候暑假夏令营，也就是一个月没见，某些人啊，天天追着我妈后面问：“张琪回来了吗？张琪到底去哪儿了？张琪什么时候回来呀？”那是因为你把我的小爸爸拿走了。你就是想我了，别不好意思，下次你想我就直说。我说几句啊，今天呢是春节，我呢欢迎小雪来到我的老家做客，欢迎欢迎，也祝奶奶身体健康，长命百岁，春节快乐。来，妈，新年好，身体健康。谢谢孩子们。阿姨坐，吃菜吃菜。是先吃，自己来。妈，您甭给他夹菜，都这么大了。啊？我是说呀，您吃块肉啊。我嚼不动，是先吃。奶奶，我最近减肥呢，不吃肉。哦，想吃肥肉啊？来，我给你夹一块啊。奶奶加什么你就吃什么。诗音的朋友也吃肉啊。谢谢奶奶。小雪，这是我们当地的特产笋，一定要尝尝，城里吃不到。嗯，来来来，这是你林叔叔小时候最爱吃的。谢谢，多吃点啊。好吃，中，奶奶真好吃的。好吃就多吃。哎，还不吃你吃，给。谢谢。结账。好的，稍等。喂，思远哥。嗯。好，那我们下午过去。嗯，拜拜。思远哥让我们去趟美院，说孙爷爷要交给我们个任务。去美院？嗯。诗音呀，你们俩是不是觉得好无聊啊？前面有个集市，好多东西，我带你们去溜溜。不去了。好，一会儿带你们去啊。奶奶，我们不去。来，吃糖。谢奶奶。来，给你。谢谢奶奶。喂鸡，你们俩聊啊。奶奶，我来帮你。我来帮你。哎，这姑爷，这个胖胖的好可爱呀，这个高高的好帅呀。哎呀，这个没什么特点吗？我怎么就没什么特点了？思远哥，嗯，你不是说孙爷找我们有任务吗？对啊，那个乔木要拍一个结业作品，我师傅说让我帮帮他，我这不就帮了吗？你这是假传圣旨啊？也没有啊，你想想，如果因为这个我要是没毕业，我可能就不能去文修院继续工作了。怎么帮？我想拍一个有关高考的短片，想请你们三个演三位高中生。具体什么内容啊？目前我的构思是这样的：第一场写你们努力的学习，第二场是互相鼓励，第三场是奋力的奔跑。然后我通过后期剪辑把他们剪辑在一起，然后展现高考全貌。你们觉得怎么样？毫无新意，特别没劲，是差点意思。这玩意儿
谁想的？我。其实还是有可以改进的空间的。这是我们想了十天的结果。要不然再想想。真的来不及了，我现在要是不拍的话，我下周交不了这个作业。我家有事儿，站住！干嘛呢你们仨？啊？就当帮你们思远哥还不行啊？再说了，不还有我师傅的面子吗？就当为了我师傅，为了青铜修复组，为了中国文物，对吧？为了伟大的传承，你们这思想觉悟会有待于提高啊！真有急事！站住！今天不拍完，谁都别想走。嗯，定就不吃吃罚酒了吧？哎呀，来吧，三位大帅哥。林叔叔，大姑，季兰阿姨。哎，石印，你看你。你看，诗颖，你小时候是奶奶家长大的吧？才不是呢，我三岁时候就走了，早就不记得了。哎呀，这些照片留着干嘛呀？那么多好看的照片，怎么不放进去？挺好看的呀，你看你，你小时候笑多开心呢。嗯，奶奶，这些照片都谁拍的呀？我拍的。哟，奶奶还会拍照呢。你等着。你看，你小时候胖嘟嘟的，好可爱。哎呀，别看了，多丑！哎，你翻翻脸，我没看清呢。嘿嘿。这是他爸爸给我买的。都多少年了，还能用吗？以前的相机可不一般。哎，奶奶，您坐，哎，我给您拍照。好，走。别拍了，昨天没洗头，不好看。相机，相机，快告诉我，谁是这个世界上最美的女人？当然是我少雪的朋友林诗英啦。换一个。进院里来。奶奶，鞋坏了，再买双新的不就行了？想吃糖啊？在桌子上呢。好，你们玩。啊，距离高考就剩十天了，我们宁可不睡觉也要多做一套题。我们宁可不吃饭也要多学一会儿习。我做不到。不要这样想，我们坚持了三年，终于等到这一刻。我们一起挺过去。我做不到。怎么错了？我说我演不了。你有点别拍了。苏年啊，这马上就拍完了。乔木姐，你到底想不想毕业？等这片拍完，我估计你也毕不了业了。苏年啊，我也不想拍这么假大空的东西。那你说这高考这题材还能拍什么？你说。我梦到一个大 boss 拼命地向我生暗器，射来的那些全都是数学公式。我有一个不成熟的想法。说。我认为高考应该是一场战斗，而不是一个宣传片。什么意思？各位有看过什么热血动漫吗？比如《火影忍者》《灌篮高手》《圣斗士星矢》。这有什么关系吗？交给我吧。这怎么还是张照片啊？相册摆不下了，全在后面了呗。诗音，这是你奶奶吧？像老上海的明星，真好看。嗯，嗯，你奶奶以前是贵族小姐吧？真好看。
在这儿等着了，做好了我叫你。甭管，忙你的去。嗯，好了，多少钱呀？3块。那么贵呀？便宜点。过年了，都涨价了。2块吧。好吧，好吧。前两年呀，才5毛钱。奶奶好省啊，一双鞋穿那么长时间。我听我妈说，我爷爷走得早。奶奶为了拉上他们姐弟俩，一分钱掰成2半花，可现在生活都好了呀，还那么抠。哎，有些习惯一旦养成啊，就很难戒掉。就好像我要是一天不吃肉的话，就浑身都难受。嗯，哎，这是什么？诗音，快来看。这就是地摊上卖的小玩意儿吧？挺好看的呀。多土啊！那你是没有看过我妈的，是不是？哎呦，喜欢呀，戴上吧。奶奶，我不戴。试试呗，多可爱呀，小兔子，你的身香。嗯，你不戴，我不戴了。我戴了，开吗？像《西游记》里的妖精，妖精才好看呢，要不怎么骗人？你也是，又不掉肉。好看，真好看。真的吗？啊，奶奶也戴一个，奶奶戴个镯子。哎呀，我老了，我戴个戴戴戴。你看好看吧？哎，奶奶，我们拍照吧。哎，是，拍照。看镜头，3、2、1，茄子。我在你眼里是什么样子的？高高在上的公主，得捧着。其实我以前不是这样的。我3岁才来的北京，那个时候因为穿的土里土气的，还被其他小孩欺负过。我妈呢是个心高气傲的人，那时候我家收入不高，但是我妈还是给我买了很贵的衣服，把我打扮得像小公主一样。等上了小学，就再也没有人把我跟土包子联系在一起了。小时候的事情我几乎都快忘光了，但是记得我在这儿其实挺开心的。奶奶疼我，任我胡闹，这里的每个人都把我当小公主。可是我特别害怕别人知道我是在农村长大的，特别害怕他们知道我有一群这么土的亲戚，害怕他们知道了以后就不捧着我了，害怕他们像之前那些人一样喊我土包子，欺负我。所以我强迫自己忘了这里的人和这里的事。我记得我刚来北京的时候，我奶奶和我大姑总是给我写信，但是后来不写了，因为我从来都不回。我就是觉得跟他们联系挺丢人的。其实有时候我觉得我妈也挺丢人的，我可以跟她闹，可以跟她吵，可是我不能伤害她，因为我知道她有多爱我，
我们不能伤害一个爱我们的人，对不对？嗯。我今天看见你跟我奶奶一起喂鸡，一起拍照，我突然就觉得这件事儿一点都不丢人，因为你看起来很开心，很美好。可是我已经被自己框住了，我已经不知道该怎么跟他们亲近了。不如我们先睡一觉。哎呀，困死了，困死了，先睡一觉，明天睡醒了再说。睡觉，睡觉，睡觉。哎呀，睡吧，睡吧，你这个傻妞。我妈也这么说我，但是我知道她是爱我的，所以你要相信奶奶，相信大姑，相信爱我们的人，他们是愿意。知道啦。小雪，有时间过来玩啊。哎，奶奶，您保重身体。妈，不怪了，回去吧。没事呢。哎，不行，奶奶我不能要。哎，奶奶我不能要，不能拿着，不能。奶奶再见。奶奶，奶奶您留着，您自己留着花吧，生意有零花钱啊。那不一样，不一样，拿着。奶奶我不能要，拿着。今年要买双新鞋，奶奶挑的你看不上，自己去买一双啊。妈，那我们走了，您保重啊。哎，回去吧。好，走了。慢着啊，大姐，照顾好妈，照顾好你自己啊。谢谢奶奶，奶奶再见。奶奶再见，大姑再见。再见。回去吧，妈。慢着开。哎。开慢点儿。诗音啊，奶奶给了你多少钱？500。这么多？诗音，你知道这500块钱对奶奶意味着什么吗？这可是你奶奶好几个月的生活费呢。回屋吧，再看看。电话的，小红想吃什么就给奶奶打电话，奶奶给你做。奶奶做什么我都爱吃。哎，奶奶，你以后来北京，我带你去买鞋，咱俩选北京最好看的鞋。小红最乖了。大姑，你一定要和奶奶一起来。赶紧走，天黑不安全。你们一定要来啊！不要骗我。嗯。大姑再见，奶奶再去吧。
之音。原来你叫林小红啊。你要是敢告诉别人，我就杀了你。小雪，嗯，谢谢你能陪我回来。明年我还陪你回来看奶奶。几天不见，就想小雪啦？没有。你画的不是他吗？不是，就是有点像。哎，嘴硬，跟你爸当初一样。妈。嗯。你去过国外生活，外面的世界真那么精彩吗？啊，当然精彩啦。那个时候我还在上学，整天跟一群人聊艺术、聊理想，今天约着去看日出，明天呢又跑去看麦田。每天无忧无虑的。那为什么回来啊？心里有了在乎的人，没有这个人的地方就待不下去了。那如果在乎的人在身边，是不是就没有必要出去了？那也不是，想飞的人啊，只有见识过了外面的精彩再回来，那才是心甘情愿。放心吧，是你的终归是你的。嗯，认识，这是笋干儿，这全是我婆婆自己晒的，说了拿回来给大家分着吃呢，是吧？对呀、啊，老郑说这个炖肉可好吃了呢，泡一晚上更好吃啊！太好了，这么多好吃的。对呀、啊，有机会我们跟你一起回去一趟，那必须的，说定了啊！明年过年咱们一起回去，一定啊！好呀，就这么定了。好了，太好了。那地方好玩吗？当然好玩了。小豆腐什么都有，就差你了。这么好玩，那下次我也去。人家不愿意带你呢。哎，静静阿姨，啊，过年哥呢？在家呢。哦，对了，他说有东西要给你。是吗？那我去找他去。我也一块去。哎，等会儿，我是给你妈送东西呢，等会儿啊，再拿一点。啊，对，把这东西拿啊，给张玲带啊。够了，多拿点。天哥，你要给我什么呀？外面冷，快进来吧。苏年哥，你要给我什么呀？干什么？提升英语口语写作的方法，还是适合你难度的雅思题库。苏年哥，你也太好了吧！我每次想买都挑花了眼。我也没那么好。其实我希望你走不成。你知道我最喜欢哪儿吗？
故宫。那我为什么喜欢？这个就不知道了。因为它不会变，起码在我活着的时候。何止，它几百年都不会变。对呀，时代更迭，只有故宫里面像被摁下了静止键，一切都可以慢慢感受，不急着结局。听不懂，但是我觉得你特像这里面的人，就像我们的爸爸妈妈，还有孙爷爷、罗爷爷他们一样。可你不像。你每次说想去看看更大的世界，我都会冒出一点自私的想法，希望你走不了，可以永远留在这儿。可你想闯荡的心，应该就和我想静止一样，如果满足不了，会很难受。我不想你难受，我希望你永远都是开心的小雪。苏念哥，你不想我走，是怕我忘了你吗？执着，就用这。